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村里面的风景还是很美的，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，今天刚好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，晚上有暴雨出现。今天丈母娘过生日，阿 Biu 他们从那个福建回来了，今天宝妈带小孩回来，等一会儿呢，我们就可以吃大大餐，好久没在村里面吃大餐的感觉了，可以看一下下面有什么好吃的。今天是我们大孝阿姑在下面做大厨，走，Let's go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知道吗？南瓜，很甜咩？十几多？10块钱啊！我妈打一天麻将输了4块钱，你哪去都给？4块钱，她都心痛得很，都拽完个。想断了呢。因为这个枣子结的，把这个树都坠下来，拿东西夹起来啊，都夹到这么多啊！哎，先吃一颗再说。你怎么整的那个？红枣。嗯，番茄。哎呦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跟着狗往那边去吧。跟你说，那个好吃，有个东西很好吃。你看，前两天看是青的。啊，等二哥走了先，等二哥出去先。老板，你猜得到吗？你是说我矮是吗？我就觉得树有点高。现在吃酸甜酸甜的，真是最开胃的时候。等到熟过头就不好吃了。你看，来来来。这个吃不得，谁家那个？哇塞，死他，就是他，筋还没熟这颗。哎呦，这颗熟了，刚葫芦啊。那以前我做的假山鱼池还在这里。这就是你做的假山。这个栗子不好吃，不好吃。不好吃，然后很嫩。那为什么你还吃？就是因为不好吃呀，不，可以好酸。黄皮果不是一般人在这个季节能吃的。哎呀！哎呀！亚德，阿叔给你吃一个果好吗？你吃一下，好甜。阿叔刚刚摘的。你吃一下，我看。我嘴巴也没有糖。那你一起吃，就甜了。你骗我！亚德，好吃吗？等一下，给你吃个鸡腿好不好？吃不吃鸡腿？那你自己在这看不？好，那我去看德吃了，我叫你不？太酸了，你那个二孙子啊，吃了一口黄皮果，脸都尿完去。是我啊。是嘛？看我的头发比你长了，他们先把我的。走，跟我去吃鸡腿，跟我去吃鸡腿喽。我去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现在出去了，给你抱一下。我看到一个。看这种发际线是不是统一啊？我们俩一样的。同款发际线。同款。表妹，我帅吗？我帅不帅？有，我帅不帅？看阿婆在干什么好吃的？想吃吗？想吃喽。
你看小雨都动嘴巴了不？干了不？想吃吗？小雨想吃吗？表妹，你看这个，嗯，打，打一口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去装奶油嘞。嗯。过两天再跟我抢鸡腿喽。你就要。你爸女儿了。手，来练一下手啊。小雨哦，朱奶奶。猪姐姐都放假了不？什么时候考试？不懂，不懂。不是哈，那、跟他去，给他报习班。你只要报女儿班，来报久一点啊。你自己就生一个了，你抱着抱着就有了啊、哦。抱着抱着，抱着抱着就有了啊、哦。抱自己的，不想抱也要抱。乱讲哦。那不是。我们那里明年就可以抢鸡腿吃了哦，把灰灰表哥的都给你哦，好多玩具不？哦，晚上我跟你去让你体验一下。那爸爸骑马都给你，你自己偷过不？好不好？你拿得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好啦，你看一下你吃得到哪一个？那一、二、三，一斤一斤，得一个了是吗？看一下，你看，爸爸剥给你吃好不好？哇，好嫩啊！你看，嗯，好吃吗？酸吗？不酸呐、啊。从奶奶家摘一个果吃到外婆家都没吃完，还吃吗？爸爸给你倒一个，轻轻的好不好？好，还吃。还吃，你过来，这里来。哪里是酸的？乱酱，甜的。等一下，阿婆那鸡腿你都吃不了了，过去好酸。嗯，就叫我们娘家。啊，是吧？哇，你看这个。瘦了，瘦了，瘦了，就是瘦了，好瘦啊！小蛮腰都出来了，对，好像瘦了，又瘦了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那个更不好吃。那里矮一点，工作室那边那一颗，你高一点，你看看去把这个。工作室那边那一颗，这个，你聊一下刘才，那边有啊，那边那一颗红一点。阿婆今天炒这个，买的吃过了没有啊？阿婆炒这个用酸酸炒这个是最香的。Hello， 年轻的有年轻的了吗你？真香小胖，真香咪咪吃饭快点。天天在那里看了，是吗？吃少一点，不吃那么多。你又说回了，可能他今天，我妈可能今天是因为输了4块钱，心情不好，在房间里面不想吃饭。啊，哇，烦，去拿10块钱，烦没去。要降他一下才行，老是不吃。嗯，要。阿峰哥说了不吃。他这后面每天打完牌，他要吃，人家晚上他也不吃了。嗯。嗯。哦。多多长高好多了吧？嗯，高了。考多少年级了？都要这样考。我初三毕业了。高考了不？要准备不？我是中考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！哟、你嘴巴好甜啊！那你叫我没有？
吃饭还在喝粥。完了，我叫他叫我，他不会叫。喝粥啊，你也喝粥啊。吃饭。喜欢喝粥。热热闹闹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，吃饭。大头。大头。甜的。嗯、啊！你为什么要骑车去路边？你不知道小孩子一个人不可以骑车去路边的吗？你散步你要有人跟着你啊！散步你要走路啊！你小孩子一个人骑，不要骑到路中间去，回来。要有人跟你一起去才得，要大人跟着去，小孩子不能一个人到路边的，知道吗？听话不？哦，有车车的啊，上去玩。跟哥哥玩，你跟圆圆哥玩去。哎呦，吃饱了，大家又要准备开工了。等下去基地上班，今天到基地去干活。我们也准备吃饱了。祝我丈母娘生日快乐！其实说生日就是找个名头，大家聚一聚。像我们现在这里还好，啊，近又近。嗯，儿女都在边上，像我妈这样，三个儿子都在边上。我那天我都有点跟爸妈说，我说哎呀，以后你两个儿子长大了分家了，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，怎么办呢？会不会想？哎，你看我妈幸福的，是吧？三个都在一堆，啊，有时间呢就常聚聚，有时间呢就在一起，不是为了啥，只是为了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。是吧？人生不过如此。嗯，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，生活越来越好，大家越来越幸福。我们去上班喽，拜拜。